先把刀补好，漏了一刀，有点亏。应该插个眼，毕竟是瞎子打野，应该放个眼的。这一波来不及了，那咱就不放了。既然来不及，咱就不放，咱就猥琐一点，把这个位置站在不要超过这条线会好一点。瞎子可能在蹲你，咱们是稍微注意一点，稍微小心一点。瞎子应该没在蹲，没有吃经验，所以可以小小的压制一下。这个人有点猥琐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前期不跟你打，他在等三级，因为两级是我的强势期，他在等三级跟你对平。这个人很有细节。QA 赚了，再 A 赚，吹亏了还赚了，再 W 一下 ，Q 回血。干什么呢？救命呀，老哥！走位，走不了了，但是拿一血了。这一波，亚索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，讲道理。我想反对面的红 buff， 你死定了！来，打了！助攻有了，漂亮！一换二，搞这个瞎子吧！这个瞎子，我当个人，这瞎子我他妈气死了！斜来一个，开始复仇模式了。我看到他了，我知道，我故意刚才那一波瞎子 Q 我是故意给他 Q 的，懂吗？因为我知道他五级，我六级，我一个 Q 二 Q 他就死了。而且你要知道这一波亚索交闪现的 W 一下 Q A 接提亚马特，你看完美耗血，大招一甩 A Q A 接 W 接闪现 A 拉刀接。点燃烧了，捅他，捅他！你看，一打一，他一打一，他们是很亏的，一打一，打不过咱们。翻墙，然后呢？翻墙，机会，机会 ，Q 往 A， 秒杀！还有一个小锤石能杀吗？翻墙，扫描开起来 ，Q。300块钱到手，谢谢老板的300块。他居然敢这边在这边回城，这个人，这人心是真宽呐、啊，这个人心。教你怎么单吃他，看好了 ，Q 回血，先 W 破个盾，然后呢，再 Q A 接梯啊，大招隐身点蓝 A 一下，再 A， 不用 A 了。他直接当场去世了，吃塔皮。亚索，你要退塔，我就打爆你的头。Q 接平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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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死。看到没有？人傻了，没看到。我只需要一个 QA， 他就没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走吗？他想依赖这个风墙躲我的 W。但是我不放我的 W， 等这个风墙没了我再放我的 W， 对吧？有人说主播你的正脸不是很好看啊，摄像头你这我郭敬明视角能好看吗，兄弟，对吧？你拿起你的手机，你把你手机放在你的下巴下面放，看正脸好看吗，对吧？翻墙 WQA 怒杀两人，漂亮。因为这一波位置太好了，这一波位置很好，怎么说？日女有闪的，闪现 E 可以翻墙 ，QA 接提亚马特，又拿一头，超级舒服。翻墙走，拿一组蓝 buff， 看一下，看一眼。哦，这里有眼，排一下，那他不敢过来了。你怎么跟？你终于给我逮到了，兄弟！你这一波还想跑？
我以为我逮不到你呢，吓死了！你怎么长这么帅还想跑？可以，机会来了，翻墙，然后呢 ？W Q， 100块钱到手，他气死了，他这一波气得头皮发麻。啊 ，W Q A， 又给我逮到了，长这么帅还想跑，小老弟。请告诉我怎么长帅的秘诀吧，下路带一下，刀妹不搞一下吗？刀妹来跟我搞一搞，让他受不了 ，WQRA 来给他秒掉。再 A， 哇靠，这个人是个坦克啊，这个人这么肉，好肉这个人。有人说主播死矮子不要嘚瑟。请不要用你的肛门跟我对话，可不可以？素质，我们是绿色直播间，翻墙，扫描一开，翻墙，亚索幽默一开 ，Q 接屏接 TR 马特，再接屏，再接屏接点蓝，再接屏接 W 闪，没事杀你交个双招也是不亏的。有人说主播小人得志。是分开读呢，还这是一个词呢，还是分开读呢？你是意思我是小人，是哪种小？是那种精神上的小，还是肉体上的小 ？QA 直接秒杀！有人说主播真记仇，咋是记仇？他过来我还不杀他吗？我刚才在那 F 六蹲他，他你当他不存在吗？他长这么帅，你不杀他？谁顶得住 ？W 一下，还追吗？再追，我就给你来一刀，溜了。一打四，目前的装备一打四，不是特别好搞。扫描开一下，瞎子，这么帅还想跑？你让我受不了！我给你来一刀。这 ADC 有点烦，这 ADC， 你这个养，你这个 ADC， 你是别给我打，来来来。你是给我逮到了这一波啊！你看，你为什么连一个中，你敢追我呢？你这个 W Q A 300块钱到手，亚索想跑，亚索想跑，哎呦我操了，日了狗了，日了个狗！嗯，如果想要学技术，想要学泰隆的朋友呢，记住一定要点关注了，因为点了关注是包上分的。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，拜拜。